色尘为戒，看这两种是哪一种啊？眼根生识啊，或者是色尘生识，究竟属于哪一种？下面就分辨这个道理。阿难，若因眼生，即无色空，无可分辨，总有你识啊，欲将何用？假如这个眼识是单因为你的眼根就生了，升起你的眼识了，那么既然没有色法眼，没有空，色空都没有嘛，那就没得分辨，没有东西可以分辨。既然没有东西可以分辨，纵然有你的眼识，有什么用啊？眼识是分辨前面尘境的，分辨前面的色尘的境界的。现在这个眼识是因为你眼根才生，有你眼根生，那么有眼根生就不必色尘呢、啊、前面没有色尘也没有空，色跟空连住的，没有空色显不出来，没有色不知道有空啊。所以这个眼根如果能生你的眼识的话，前面没有色没有空一样可以生起来，因为他自己眼根本身能够生眼识吗？眼根本身能够生眼识，那他自己就生起来了，不要等到外面有没有沉浸了、啊、外面有没有看到色法，这个可以不必论，你自己就生起来。那么你自己眼根就生起眼识来，我请问你，你这个眼根自己生的眼识，前面没有色境也没有虚空，就没得分辨，没有东西可以分辨了啊。那么既然没有东西可以分辨，事是分辨的，事就是要分辨，既然没有东西可以分辨，纵然有你的眼识有什么用啊？你的眼识升起来有什么用啊？啊，这样好了，你眼睛闭起来，眼睛闭起来，我就想，我没有看外面的眼根色尘，我没有看色尘，哎，我没看色尘，哎，我的眼识就升起来了，我的眼识就在这儿升起来，哎，你升起来有什么用啊？请问你，你这个眼识这个时候升起来有什么用？因为你没有对色，没有对空，没有对色，没有对空，你的眼识没有分辨，没有东西可以分辨，没有东西可以分辨，你升起来有什么用啊？所以说，总有你是欲将何用啊？纵然有你的眼识，哎，没有东西可以分辨，没有东西可以分辨，有什么用啊？你的眼识升起来有什么用啊？啊、嗯。你见又非青黄赤白，无所表示，从何立戒呀、啊？这是说眼识如果从眼根生，戒不可断，无从建立这个戒。因为你能见的眼根，你认为眼能见吗？你能见的眼根呢，它又不是青色，它也不是黄色，它也不是赤色，它也不是白色，你的剑完全是没有颜色的。各位，你的剑有颜色吗？你的剑有没有颜色？哦，沉沉昂昂啊，都没有。你剑既然又不是青黄赤白的颜色，就无从表示啊。怎么表示出你的剑来？你的眼根的能见的剑的作用，这个眼识怎么样子表示出来？没有颜色，没有定向，就无从表示。无从表示，就戒就没有办法定啊！这个戒在哪里啊？戒不可得，无形无相嘛，哪里去定戒啊？好，那不是从眼生，眼识不是从眼生，因为它单生眼是没有用啊，而且它没有青黄赤白，也不能表示啊，显示这个眼识戒不是从眼根生，那么就是从色生吧。从前面所照的色境升起来的吧，若因色生，空无色时，你是一灭。因为色有的时候它色就灭掉，色灭掉的时候就有虚空啊。如果你的眼识是因为色境而生，那么色境灭掉的时候没有色，只有虚空，那你的识就跟着这个色境灭掉了啊，你是应灭，你的眼识就跟着那个色境灭掉了，因为它是从色境生的吗？色境生，色生，眼识生，生灭，眼识灭，跟着也就灭掉了。那么你的眼识既然跟着色境灭掉了，
那么你怎么能够知道有虚空性啊？没有色的时候你能看到虚空啊，那么你怎么能知道有虚空性啊？既然现在你能见到那个虚空性，可见不是从色生，从色生就不能见到虚空，因为色它跟虚空是相反的，色灭掉了，那你的眼色根就灭掉，就不能见到虚空性。可是现在你见到虚空性，虚空你能见到的，那可见不是从色生。还有如果从色生的话，色会有变化的，色会变化的啊，它的颜色会变的。例如那个树叶子啊，春天的时候啊绿色很深，到了冬秋天它就变成黄的了啊，它们颜色都会变的。那么色颜色会变，你的色既然是从色生，那你的眼睛也跟着变吗？你一视其色相千变，你知道这个颜色在千变，那么你的视可没有千变，你的视没有千变，颜色从绿变黄，而你的眼视并没有变啊。既然色身应当要跟着变了，可是你没有变。既然你的色从色你的眼视从色身，而色有变，你的眼视不变，没有这个事情啊。既然是如此，那你的戒要从哪里建立啊？因为你的跟眼是跟色不一样嘛，它有变你不变嘛，啊，如果跟色从变则变，那界相就不可得，会变呢，啊，绿的变黄的，从会变的颜色深，那么你的色根柱也就变，从变则变，叠字去解释，色会变的，啊，色既然会变。那么你的事是从色生，色变的时候你的事也跟着变，这样看，从变则变，从色变的时候你的事也就跟着变啊。这样子会变的话，会变界相就不可得，界从哪里建立啊？因为它会发生变化，发生变化就不是原来的界相了，所以界相自无，自然而然就没有变化啊，是没有这个界相，界相就不可得。不变则恒，假如你的眼识不会变，色会变而你眼识不会变，如果有这种情况，恒是恒常啊，啊，那么色是在变的，可是我的眼识不变啊，那么眼识不变，色在变，那么这样子你的眼识恒常不变，有这个事情吗？既然从色生，既从色生呢，应不是知虚空所在，不管你变不变的，你是跟色生的，你一定不认识空，跟眼生的一定就不认识声音啊。举这个例子，从眼识生的，从色生的，他一定就不知道有声音啊。应不是知虚空所在，从色生只认识色，虚空他应当是没有办法认识，可是现在并不然啊，我们的眼识也能看色，也能看空，两种都清清楚楚啊。或者是若兼二种，眼色空生，合则中离，离则两合，体性杂乱，云何成接啊？兼二种，哪两种啊？眼根色尘啊，你的眼识哈，前面是分开来的啊，从眼生，从色生分开来。现在是说我捡两种生，一半是从眼根这边生，一半从色尘这边生，这个叫做兼二，兼两种。如果是兼两种生的话，就是眼色共生，眼根色尘共同生识。一般都会认为是这样子，眼根色尘共同生识。假如是这样子，现在是变界，不是说看得到看不到，不是这个问题，是变界啊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合则中离，合则中离啊。我现在用这个两个东西代表，这是眼根，这是色尘。如果是眼根跟色尘两个合并起来生合了，合这两个合起来，合并起来的时候，中离
啊，看出经文那个中离啊，活的中离怎样嘛？活两个活了，这边眼跟这边是什么？活活虽然是活了，中间必定有个离缝啊，中离挑啊，中离活的中离合起来了，这中间必定有个缝缝啊，因为它两边不一样的东西嘛，这两边不一样的东西它合起来，它中间不是有缝吗？这中间不是有缝吗？合在中里啊，按那条啊，啊，两个合起来，哦，一半是眼根生的，一半是色尘生的，眼根跟色尘合并起来生视，那么这个中间有离缝，那你的眼视中间也有离缝啊，因为它是靠着两边的。下面一句，离着两合，离着两合，离开了，哎，眼根跟色尘离开了，离开了就变成了一半合于眼根，一半合于色尘，听懂不？啊，合着中离，离着两合，这两句很不好了解吗？合着中离合起来，哎，中间有个缝缝，中离，中离，啊，离着两合分开了，分开了，哎，那你的眼神变成一半在眼根这边。一半在色尘这边，离着两合，两边又一边是合于眼根，一边合于这个色尘啊，叫做离着两合啊。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体性杂乱了、啊，色尘无知，眼根有知，它的体性两边的体性都是混杂啊，混杂必定会乱啦、啊，啊，既然会乱，怎么能够成戒啊？这个戒。就建立不起来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建立他的戒、这里主要是破那个戒的实体不可得，没有戒的实体，所以您说是眼根跟色尘共生不可能啊、因为它一半是有知的，一半是无知的啊、眼根是有知，色尘是无知，他们两个合并起来怎么能够成立呀、啊，所以合在中离，离开两合，一半合在眼根，一半合在色尘，离着两合啊、这样子体性杂乱了，怎么能够成立他的戒呀？云何成戒呀？戒就不能成立啊、眼根跟这个色尘共生也不是，所以这个戒根本就不可得啊、是故当知，因此之故，你应当要知道眼跟色。眼根源于色尘的境界，颜色为源，眼根色尘为身眼识之源，身眼识界，由眼根色尘为所为源，为因缘，由此升起这个眼识这个界，这三处都没有实体，三处都无，眼根也不可得，色尘也没有实体。眼识界两个合并起来也不行，又不能成立，单身也不能成立，所以这个三处都无。那么由此可以知道，这眼一色即色界三，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。眼根色色尘，色界就是眼识界，色界就是眼识界啊，眼色。眼根色尘，然后升起这个眼识界，这个色，色界就指那个眼识界，这三个眼根、色尘、眼识界，这三个都本非因缘，非自然性，它不是因缘生，也不是虚空的空生的自然性，通通不可得。那么它当体就是明具它的现象，而显出它的体性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心。这是眼色世界，眼色世界不可得。第二，耳声世界不可得，就是耳根生成，耳识这。